CPR 嘅六百R啦，同埋咧就係 CPR 一千R嘅公彩啊！更加一陣間我哋會舉行咧一個非常之簡單而隆重嘅交時儀式，因為早前咧已經有兩位客人啦，率先預訂咗我哋康達嘅 CPR 六百R噶啦，而且今日咧大會亦都特別為大家咧預備咗一個大抽獎環節噶。大家在進場的時候呢都有拎到一張的抽獎券的，就有機會可以在我們大抽獎環節拿到我們康達精美的禮品回家了。既然我們今天的節目環節這麼豐富，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了。首先呢，我們講了這麼多了，當然也要有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我們香港本田社長吉田先生上台為我們致歡迎詞。稍後呢，他也會跟大家去介紹我們 CPR 型號兩款電單車的性能和有請我們熱烈掌聲歡迎吉田先生 Mr. Yoshida Sampius。
到更多老友咧嚟參加我哋今日嘅發布會。咁而 CB600 咧同1000咧喺電視機咧，我諗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呢部車啊，亦參加好多唔同嘅賽事，都攞過獎嘅。但係咧喺新順利嚟講嘅話咧，就係、是、第一日踏出我哋新順利嘅。咁希望嚟緊日子，我希望咧係更加嘅多嘅大車會喺新順利出現，滿足到澳門嘅車友。好，好，我哋大家一齊高舉酒杯 ，I'm counting three, let's bring your glasses and cheers together. Ready? Three, two, one, cheers! 睇到咧，亦都希望我哋康頭啦，同埋順順利利啦。你今日要可以蒸蒸日上啦，咁亦都可以令到我哋一眾咧兩屋嘅朋友啊，中意玩電單車嘅朋友咧，有更加多嘅選擇啊！想即場預訂的話，亦都歡迎大家可以找我們現場的同事，又或者可以去